你是否会担心有驼背的困扰？你是否已经有长期肩膀酸痛、腰酸背痛的问题，但是又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舒缓跟帮助它？你是否因为平常不运动，已经开始会有肩膀越来越厚的水牛肩，会有开始有一些富贵包，或者是你是否会有一些像肩颈的这个脖子的酸痛问题越来越严重呢？基本上，如果可以，可以试着买一件属于防驼衣的护具来帮你舒缓这些症状。现在就是跟大家分享2023年最新的这个防驼衣，透过一件我们的医疗器材的护具，帮你做一些姿势的矫正跟改变，让你可以更挺立、更挺拔，同时改善跟舒缓一些症状。而且呢，一个人就可以轻松穿戴自如，就像我今天亲自穿给大家看哦。它穿的方式非常简单，就像穿一件衣服一样。基本上呢，你只要把肩膀套进去，另外一个肩膀也套进来之后呢，稍微矫正一下你的姿势。这时候呢，它会有两条的这个所谓的我们的松紧带，那因为松紧带本身都是由木我们的竹炭纤维做制作的，所以基本上大家可以在使用上非常轻松方便。这时候呢，它因为它是魔鬼毡，依照你自己的身形大小选择适合你的 size， 只要把魔鬼毡贴上去就好了。第二个部分呢，它还有另外两条属于你的肩膀可以依照自己的挺立程度进行调整的松紧带。如果你一开始的时候因为驼背比较严重，已经需要做一些适当的矫正，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需求量力而为，逐步的来改变。这时候呢，你可以按照这两条来调整你肩膀需要更挺立的方式来进行改变。因为整件都是竹炭纤维，所以它在抗污抗菌上面得到一定的保护之外，另外在背部的上面可以看到它有六颗赭石，可以看到这个图片上面我们有六颗赭石的部分，可以帮助大家让背部的赭石帮你做一下身体的一些循环，改善一些比较属于疲劳的症状。另外要仔细看一下哦，我们在穿这个防驼衣，很多人会担心在弯腰动作上面是否会不方便，基本上不会。我穿的是 Polo 3，基本上你可以发现我的弯腰动作一样非常轻松自如，因为它只是在矫正您的姿势，并不是在限制你的活动。所以如果你平常有穿过一些护具，造成你没有办法很顺利的活动，而且担心穿上去之后会有勒痕，会有不舒服的感觉，在我们全新2023年最新的防驼衣完全不会有这种症状。另外它本身属于透气胶条，弹性非常好，所以你可以只要你不要长胖，基本上长高都不会造成你要需要更换 size 的问题。所有的弹性胶条一样是竹炭纤维，所以一样可以帮你做到抗菌除螨的效果。所以如果你平常有驼背的问题，如果你需要矫正你的姿势，如果你有肩膀酸痛、腰酸背痛的问题，从今天开始透由全新2023年我们的医疗器材肩背护衣帮你改善这些问题，让你可以充分的享受2023年带给你的全新舒适跟挺拔的身形。谢谢大家。